各位，新年好！现在是几点钟啊？现在是11:46。然后刚刚我在这个春晚的后台表演完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现在前台表演。对，前台表演。然后现在在后台这个休息间里面，因为妈妈叫我每一年的初一之前必须得剪了头发。剪完之后呢，就会有好运，然后财源广进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这个头发这么短，还是要剪一剪。菲菲只剩下十几分钟帮我剪头发了，所以妈妈说过了12点就不好了嘛，就是大家都这样认为的，所以我觉得得赶紧在这里剪。哎，我们没有弄脏春晚后台地方，你看我们。专业卫生，真是卫生。好了，不要打扰菲菲了，就这样。